我叫琪琪，我有个非常了不起的朋友，他叫小芳。小芳，小芳，给我讲个故事。龟兔赛跑。兔子在路上碰见了一只乌龟，乌龟走路一扭一扭的，十分笨拙。兔子哈哈大笑起来，好笨的乌龟，哈哈，真好笑。小芳不仅能讲故事，还能说英语、三字经、讲科普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性相近，习相远。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小王不仅能陪我一起学习，还能陪我一起玩。来，小芳，跟我走，往左，往右。琪琪，妈妈上班去了。妈妈再见。小芳不只是一个智能学习机器人，更是一个最温暖、最可靠的伙伴。它陪你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，是最好的朋友。这就是小芳，方小芳，智能音乐艺教机器人。